好，已经扫描完毕，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档案。档片答案在这边，第二组600个 DPI， 我们就直接开启。好，我用另外一个软体开启好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在扫的过程中，它是这个方向，我们转一个方向，当然我们就用100%。这时候看到，哇，其实在数 coloring 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数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一批的 scan， 我们就可以换一批到下一组的样本。